学生经常会搞错的油腻的八种用法，大家会几个呢？油腻的八种用法，第一个为了，第二个油腻する，现在还没做，可是尽量会去这样做。第三个ようにしている，持续努力做的习惯。第四个ようになる，变成。第五个ようになっている，构造的解释。第六个ように，前提。第七个ようにしてください，警告注意。第八个礼貌型加ように，许愿。第一个无意制动词的词书型加ように，或者是意制动词的可能态的词书型加ように，或者是耐心加ように，这个是为了的意思。无意制动词是我自己没办法改变的事情，比如说下雨，雨が降ります，这个不是我想要给它下雨就可以下雨，所以这个是无意制动词。意制动词是我想要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，比如说买东西，買います，或者是吃东西，食べます，这种我想要做什么什么就可以做的叫意制动词。最近台湾雨降らないよね。雨が降るように逆さまのてるてる坊主を作ったよ。かわいいでしょ。足が180度開けるように毎日練習しています。あ、痛い。第二个，慈素型或者是耐心加ようにする。现在还没做，可是我会尽量这样子做。え、ダイエットしてるんでしょ？ごめんなさい。これからはお菓子を食べないようにします。食べちゃった。第三个，慈素型或者是耐心加ようにしている。现在已经在努力的习惯。筋肉量が足りないから毎日筋トレをするようにしています。目標は馆長です。第四个，慈素型或者是耐心加ようになる，变成什么什么。ようになる的前面可以放原本的形状的慈素型或耐心。也可以放成可能态的词书型或耐心，两个意思不一样。一个是你原本的词书型或者耐心的话，是习惯上的变化。如果是可能态上面的词书型或者耐心的话，是能力上的变化。毎日ジムへ行く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。昔は行かなかったけど。这个是习惯上面的变化，以前没有去，现在开始会去了。練習してサンドバッグに高速でパンチ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よ。这个是能力上面的变化，以前没办法很快的打拳，可是现在可以。
今天介绍了八种ように的用法。第一个是无意志动词的词书型加ように，或者是意志动词的可能态的词书型加ように，或者是耐心加ように，为了。第二个是词书型或者是耐心加ように，する。这个是我现在还没做，可是我尽量会这样子做。第三个是词书型或者耐心加ようにしている，我已经有持续努力在做的事情。第四个词书型或者耐心加ようになる，变成什么什么。ようになる的前面可以放可能态，也可以放普通的形状，意思是不一样的。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拜拜。